一走进明亮宽敞的店铺，便可见师傅正熟练地包着麻薯，平易近人的价格和扎实分量，造就了阿汤哥手工麻薯专卖店的好口碑。使用台湾本土食材，每天手工制作，强调低糖、健康与养生。以麦芽和紫糯米为主的外皮，口感 Q 弹有嚼劲，搭配香甜不腻的红豆、绿豆、花生或芝麻等经典内馅，越吃越顺口。此外还有手工麻薯冰淇淋和使用新鲜鸡蛋制作的苏式沙琪玛等丰富点心，都非常适合搭配下午茶享用哦。